驱车32小时，从海南到北京。一种老年人常见的肺炎，为何让患者出现生死危机？为什么他的肺炎会反复发作？老年人肺炎用药都有哪些常见误区？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琪，给大家看一个路线图。这个呢是从咱们北京去海南的路线图。胖姐对海南很熟吧？那可远着呢。对，开车的话得相当于30个小时，坐飞机也需要4个小时。对啊，非常的远。为什么给大家看这样的一个路线图呢？我们的当事人65岁的郑子维叔叔，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身体突然发生了一些紧急的状况，所以120不得已将我们的郑先生从海南驱车将近30个小时送到北京。哦，您觉得这问题应该出在哪儿？那肯定是心血管病啊。而且你想，他肯定非常严重，因为人家要从海南转院，就证明着当地没法治了。胖姐猜的是凶险的心脑血管疾病。是的，可还真不是啊。那叔叔得的呢是老年人常见的肺炎，而且当地的医院的医生给他的诊断是无药可用。我们说啊，老年肺炎那么常见，为什么一度发展到无药可用，必须驱车将近30个小时紧急将他送到北京呢？今天我们也是把当事人请到了养生堂的现场，掌声欢迎郑叔叔。叔叔好，阿姨好。来，郑大哥好。那叔叔的情况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的。为什么那么凶险，必须驱车30个小时从海南来到北京呢？我们呢看一下他的这个时间线。阿姨，您给我们说一说。2007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感冒，就是耽误了点，就成了肺炎了啊。2007年得过一次肺炎，完了那个2017年呢，是他突然咳血，咳血，最后这不是也是着急嘛，到医院里去做检查的时候，他是肺血管畸形。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是突然全身肿，后来就呼吸衰竭和那个心衰，住院调理。他那次也很危险，他是二氧化碳呢是达到了79点多，血氧呢是才40多，所以那次他是就是调理了一次，也很危险。后来不是调理好了以后，这就正常的在家里养。2021年的时候也是又因为他气短，又去医院住院，又去调理。今年那个2023年呢，春节以后就是去海南了。在2月17号那天呢，他忽然就早晨就迷糊。当时我就叫他，他也能应我，我就认为他是昏迷了。但是当时打120的，人家说这不叫昏迷，这只叫嗜睡。就他嗜睡，但是他当时已经是起不了床了，那个状态挺严重。最后就打120，打120以后，120车把他带到海南的医院。当时那医生就教训我说他这个很危险，当时就进了重症室，在那里边住了前后2个多月，人家是确实是很用心的去救治他。后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排痰困难，他气管也是切，这现在这还有一个气管切过的一个切口，就是排痰困难，肺炎反复发作，肺部感染反复发作，后来就没办法了，人家当时就跟我说所有的抗生素都给他用了。后来就用了一个说是最后的一个防泄，用的那个就是也是很贵的一种消炎药，又给他去用那个药。但是用这个药的过程当中，人家就告诉我说他的生命很危险，他随时就会因为反复的肺炎会走了，会要了命。所以不得已必须对乘坐120，对，30个小时从海南，32个小时，不眠不休。哎呀，完了，从那个海河医院里的重症室出来，直接就是120车，不眠不休32个小时进的咱们这个朝阳医院。刚才阿姨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记得从海南到咱们北京32个小时。来，我想问一下郑叔叔，对，您现在怎么样，还好吗？现在好多了。好多了，那你先跟我们养生堂的观众打个招呼好不好？好。好，这个叔叔的情况确实是非常的复杂，九死一生。而且你看，2007年
发生的肺炎反反复复，最后医生告诉的是无药可用。我们说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对叔叔的病情极其熟悉了解的这位权威专家，也是咱们养生堂的好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北京市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副院长童昭辉，欢迎童院。你好，同院你好。院长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同院。同院出场的时候啊，叔叔特别的激动哈。同院回忆一下，第一次见到叔叔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什么样子，还记得吗？我记得应该是，刚过完春节不久。我去查房，他们说来了一个从海南来了一个病人，非常重。我当时我说海南这么远怎么过来？难道要坐飞机吗？因为他如果插着管带着呼吸机是坐不了飞机，就是坐这个120过来的。所以说，我当时还说，哎呦，我说这家里有很大的勇气啊，因为病人这么重，要是坐30几个小时的这种救护车，路上风险很高，因为这个郑先生的病情很重，还插着管，所以说要在路上出现任何意外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当时也是觉得，一个是家属这个决定要勇气，同时冒很大风险。第二个呢，我当时查房，我看郑先生的病情的确很重，因为即使转到我们这儿，在刚开始神志也不是很清楚，然后呢氧还是很低，二氧化碳还是高，所以说实际上从那边过来的时候病情还是不稳定，冒着风险转过来，即便到了我们 ICU， 还是在一个危重阶段。是，这个画面历历在目。当时是真的是心里很担心他这一路能不能平安到北京，很揪心的，就是冒着很大风险。是，我觉得对于阿姨来讲真的是心理上巨大的考验。 是很紧张，很紧张。现在阿姨都很激动，你想一想那种场面，就您一个人吗？是您当时做了什么样的打算？他在海南肯定活不了，我就是想的来北京拼一把，因为朝阳医院以前也听说过是咱们呼吸病最好挺权威的，对，所以我就是抱着一个拼一把，他如果能给我活下来我很开心，他万一有什么我也就是说不遗憾了，反正我争取了。是的，我争取过了，我不遗憾。当时在海南的时候医生说已经是到了无药可用的地步了，再给他续命，每天都说我每天都是给他续命，活一天赚一天，就是是的。哎呀，我们先给阿姨鼓掌。您看一下我们发病的时间点，2007年开始发生的肺炎反反复复，那什么样的人群容易这样反复的感染肺炎呢？为什么在2007年就发生肺炎？因为它是有一个慢阻肺的基础疾病，所以你看它的病史实际上还是比较长的。另外呢，它本身呢有冠心病呢，有房颤呢，甚至还有肺心病，所以说是左心也不好，右心也不好，整个全心功能也不好。所以这个郑先生这个身体的基础病都是他不利的因素，他就比健康人比正常人很容易得肺炎。明白，反反复复的肺部发炎感染，所以呢就到了无药可用的地步。那我们说到了如果反复肺炎的话对肺部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这样院长咱们到那儿结合道具给大家好好强调一下。这个大家看这个哈，这个气球啊，放在这儿，肺泡，相当于是肺泡，那么这块你看，这是正常，这白了，有点问题，这儿有病变，比如有感染呐、有实变呐、肺就变白了，这儿说明这块可能有肺炎了，这块肺可能目前就是病态了。经常有你看老百姓说白肺白肺，那白肺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有一点白的就叫白肺，至少这个双侧的肺侵犯了75%-80%以上，也就是这个白的占到一大部分，大于75%-80%以上才叫白肺，稍微有点白的影子，稍微有点肺炎那不叫白肺。所以说我们
白肺实际上是医生的口头语，对，不是说老百姓一说白肺就是有一点白的叫白肺，这个也给大家解释一下，真正的白肺是重症肺炎，是发生低氧和呼吸衰竭，肺里大部分都白了，好的地儿不多才叫白肺，但是如果好地儿多坏地儿少那不叫白肺，那还是可以不用进 ICU 就能治好。那当时我们郑叔叔的情况呢有多严重？他应该是白肺，他属于比较重的白肺，因为他在有慢性肺病、肺气肿、肺大泡、慢阻肺的基础上合并有肺部感染肺炎，所以他插了管上了呼吸机，但是呢对氧的需求还很高，是情况非常的危急。对对对，那老年肺炎那么常见，为什么叔叔情况如此严重？我们回到场中哈，我们再继续请院长给我们解读一下。很多老年人啊，比方说6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得了肺炎，他往往比年轻人要重，因为他有基础病，比方说像他啊，包括糖尿病，包括冠心病，包括说这个有的人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他一旦得了肺炎，他就容易进展为重症肺炎，他就比一般健康人得肺炎就不好治，治下来难度比较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说一说，其实今天童院长来到我们养生堂的现场给我们带来这个主题呢就叫做迈过老年肺炎的三道坎，胖姐你看到了吗？那三道坎如果咱们成功迈出去了，咱们就可以远离肺炎的发生。是的，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坎是什么，胖姐帮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第一道坎是什么。3、2、1，基础慢病。那想问一下胖姐得过肺炎吗？用我亲身的经历来说一下，如果您要是血糖高的话，得任何病您都会比别人快一步。那时候我血糖高的时候，按理说咳嗽也就2天，哪至于啊，但是当第3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憋得很，开始就喘不上来，痰也起来了，但是咳不出来，怎么才能咳？就是你得蹲下，就是往外喷的那种咳嗽，你才能把那口痰出来。所以我就害怕了，我赶快到医院以后，还好有惊无险，输了3天的液就过来了。那是一次，对吧？就是一次，但是呢，就是你有了这根儿以后吧，就是他老往那边走，是吧，姐姐？好，是这样吧？如果有血糖高的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屏，我们给大家一组数据哈。我们说糖尿病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老年肺炎到底关系有多紧密呢？患糖尿病的老年人得肺炎的风险是普通人的1.4到4.6倍，太可怕了。我想问一下阿姨，你给我们说一说当时叔叔的这个血糖的情况控制得怎么样，最高的时候达到什么样的数值？最高的时候是20几呀。哎呦，那最高23。23，太高了。什么时候有的糖尿病啊？那可能也有10年了吧。有10年了，10年以上，最高的时候20多。那是饮食不注意。那有系统的治疗过吗？特殊的治疗针对糖尿病还没有。好，也没有。每次住院顺便就把它。就没想到它那么的凶险。你看，你以前知道糖尿病跟肺炎有关系吗？不知道。不知道。哎呀，阿姨说也不知道。好，那您的血压的情况呢？怎么样？血压现在原来以前高。高什么程度呢？高压180。低压呢？高压。他在2006年高压180，低压差不多上110。哇，那很高的，那太高了。对，您的那个低压都跟高压差不多了。他是2006年知道的血压高。你看，快20年了。实际上，我们拿出糖尿病只是其中的一个基础病之一。也就是老年人，他平时可能没有肺炎的时候，这些基础病要控制好。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想把这个不得肺炎，不得重症肺炎，就要平时把这些慢性基础病要控制在稳定的范围。那我们看到其实郑叔叔情况相当的严重，
但现在恢复得非常的好。我们要跟大家强调和分享的有一点，就是说叔叔呢还通过一些体育的一些锻炼恢复得非常的好，听说您那儿有绝招。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就是说像我们郑先生这么重的哈，不是说等他好了以后再开始康复，我们现在在对这些患者在急性期，就在我们 ICU 里我们就开始康复，比如上着呼吸机我们就让他开始锻炼，就是上着呼吸机有保障，有氧的保障，我们就让他，你锻炼过那个蹬那个自行车，是吧，练上肢胳膊，是吧，这些就是练呼吸肌肉的，就是说在住院期间，带着氧带着呼吸机在医生护士的指导下就要开始锻炼，这是一个。第二个，比方说他出院以后，出院以后两周以后，我们也可以让他慢慢，比方说练一些舒成呼吸，就是深吸气，比方说吸进去，比方说你跟我一起做，咱们一起做吧，现场好好锻炼一下呼吸，深吸吸完了，把嘴唇啊弄成一个小口舒唇，好，慢慢吐。您给点口令，我们跟着您做。吸气啊，就是你把吸进去以后，这口气不是一下子吐出来，是做成小嘴儿，慢慢吐出来，然后就使你的肺不就有一个膨胀作用吗？不是一下，就是相当于肺慢慢的收回来，同时也能锻炼肌肉。如果再好一点，比方说慢慢您能走路了，也可以，慢慢的走路，有的就是，还有就是说对这些呼吸道疾病的人，我们做四肢力量的锻炼。哎，怎么做？四肢的胳膊叫骨骼肌。四肢力量锻炼同样有助于这个呼吸肌肉，帮助我们呼吸功能的提高。所以说我们其实也不是说光注意这个呼吸肌肉，包括四肢的骨骼肌的锻炼都很重要。所以像在国内外有很多实验，对老年人啊，有心肺功能不好的人，他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四肢力量的锻炼，也助于身体的康复。那现在叔叔这个阶段，现在他其实他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走的，是吧？他能站起来，可以站起来走。对，我们来看一下，慢一点啊，哎，来，那你自己哈，你自己站一站，走一走，慢慢的，不用扶吧？慢慢，哎呦，你看挺好，太棒了，真的，哇，可以了。说你真的很棒，会越来越好。其实我觉得你就可以站着，不一定要坐着。可以，这个也是一种锻炼，是吧？站着就行，你站着就行。如果累了就坐下。叔叔，你站着怎么样？你觉得累不累？吃力吗？累不累？院长问您。刚站起来还没什么。就是现在刚出院，身体弱。时间长了不行。走也是，时间长不行。就好像有点痛。但是我看到功能啊在慢慢的恢复当中，而且气色也非常的好，所以说这得加强锻炼了。其实像您现在这样哈，比如说你刚出院时间不长，走可能也费劲，实际上你可能比如在家里站一站，对，别老躺着。我在家里扶着这个椅，这个轮子，车那个轮椅走一走，扶着轮子走走，或者我就站着，站立也是锻炼。就是不服就这么站着，站一会儿累了再坐下，站会儿累再坐下，也是锻炼。太棒了，就别老坐着或者是老躺着。叔叔，刚才我们院长教的那个呼吸的方法，您站着跟着我们现场的观众做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做好不好？来，院长再给口令哈，我们站着一起做啊。来，深吸，然后把嘴唇弄成一个小舒唇，慢慢吐，慢慢往外吐，舒唇呼吸。对，每天也可以练练这个。然后再站一站，是吧？雅琪，我头一次听说带着呼吸机还要运动的，那可见这个对我们的肺有一个锻炼。那我想问同院，如果像我们这遛弯的时候，怎么锻？就是别再聊天了，就像您说的这个，边走边这么呼，这行吗？是不是也有好处？像您这样的，其实你的肺或者肺没有问题，对吧？你本身没有慢性肺部疾病，你遛弯啊、慢跑啊、跳舞啊都可以，是吧？你的活动方式比这些有基础病的人要多得多。明白了。对，胖姐，你体验一下。我们现在是一个溜的两德，一个胳膊腿，一个是肺。
这太慢了，再快点。啊，快点，走慢了。你也不是患者是吧？啊，对，来，预备，开始。哎呀，可以，你跟模特似的。哎，真是，我跟你说，底气十足，胖姐。但是我跟你说，雅琪啊，你深呼吸这几口，你觉得吗？眼睛都是亮的，可是，一般我们呼吸呼到这儿，下不去的，就相当于就吐出去了。但是你深呼吸几口，你就会把你的浊气吐出去，你就觉得特舒服。有的时候我们憋气，我们不是老说，哎，叹气也是锻炼，对，这种害不就让你舒服？所以院长说，你的嘴慢慢吐气的时候，就是给你。就是肺是憋着的，慢慢慢慢让它释放出来，很舒服的，真的，姐姐们可以试一试。苏珊阿姨看本期养生堂的时候，然后边看边做边体会，深吸，然后小嘴慢慢慢慢慢慢的释放这个，是吧？这个气，然后大家都会觉得我们这个呼吸机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对，肺功能。是的，肺功能也会越来越好。再次告诉大家，因为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有各种各样的基础疾病，基础疾病越多，发生肺炎的概率就会越高。然后老年人的肺炎特别容易出现急重症，我们已经刚才看到了叔叔的情况。那接下来正好童院长在这儿，我们就请院长给我们好好的总结捋一捋哈，这个老年肺炎它有什么样的临床特点？因为我们这一期的话题啊，主要重点就是讲老年肺炎。其实肺炎在平时就很常见，就是它不管是男女老少，肺炎是个常见多发病。但是呢，老年肺炎和青壮年肺炎比起来，还有它的特点。因为年轻人他一旦得了肺炎，他会发烧、高烧啊、咳嗽、咳痰，这些临床症状就表现很明显。他就会很快去就医，啊，比如我发烧了，我赶快去看病；我咳嗽了，我赶快看病。而老年肺炎呢？它大部分有的是叫起病比较隐匿，就是甚至很多老年人他没症状，就是他可能也不烧，可能咳嗽也不是那么明显，也没痰，甚至有痰咳不出来，他不是没痰，他可能在呼吸道里痰出不来。然后呢，他表现什么？老年人他就是打蔫，在家里就发蔫，就没劲儿是吧？哎，没劲儿发蔫，然后也不愿意吃，不愿意喝。所以说，当这家里老人呢，他这个。发蔫的时候，本来前一阵还挺好，吃喝都很好，这几天就开始不想吃不想喝，然后老在床上躺着，这会儿就要注意，就要到医院去检查，他可能是有肺炎或者有其他的病。所以说有的时候因为他临床表现不明显，就诊就比年轻人那个肺炎要就诊的晚，就诊晚了，等你到低氧了，就像刚才到了氧很低了，或者到了白肺了再去就诊，那就已经到重症了，那就有点晚。所以说我们大家家里都有老人，一旦这些老人过去都挺好，突然不想吃了，躺到床上不想动了，然后不想喝了，这个时候可能要去及时到医院就诊。对，这些都是一个很小的线索，希望叔叔一定要记住哈，这些蛛丝马迹。我们说成功迈过三道坎就可以远离老年肺炎。第一个基础慢病，第二个坎是什么呢？辛苦胖姐给我们看一看。那么第一个坎，按照同院呢说，我们控制好我们的基础病，就可以顺利的迈过第一个坎。那第二个坎又是什么呢？我们揭晓一下，3、2、1。症状表现，哎，说到症状表现，我们要逐一的跟大家拆解一下。首先要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就是用药的误区。有了症状必须要用药啊。胖姐，听说这是你家的小药箱是吧？是的。我们先看看胖姐是如何用药的。我们先说第一个症状，如果突然发热的话，哎，怎么用药？胖姐家都有什么？你先跟大家说一说。啊，我这有，来，头孢。哦，消炎的巴拉地抗生素啊，罗红霉素，还有就是左氧氟沙心，还有是阿莫西林胶囊。咱们一般发烧都是有缘由的，感冒居多。对，我一般呢就是感冒的时候呢，先吃点什么感冒的药，像头孢
刚上来就吃头孢啊，都发炎了、哦、你别看咳嗽能引起好多病呢、嗯、所以我就是直接重锤给他锤下去，直接上最猛的就给他压下去。对对，但是有的时候就像院长说的、嗯、我们发烧的慢，完了等过两天他再烧，这个时候你就直接上退烧药。嗯，这个退烧药完了以后呢，还有一毛病你知道吗？烧完以后浑身疼，真扛不住，上止疼的是吧？对，你再得上点止疼药。咱有药为什么不使，受那罪呢？赶快吃药，赶快好，我跟你说没毛病。嗯，好，胖姐这想法代表很多叔叔阿姨啊生活当中的操作顺序、嗯、那其实我们说用药真的要尤其注意，因为药呢它可以治病，当然也可以致命，这上面有很多的误区，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叔叔阿姨认真看啊，这些个药咱们家里都有都用过，感冒药、退烧药、止痛药到底该怎么用，我们听听院长给我们的介绍。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啊。嗯。我相信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个小箱子，或者有一个抽屉，放着一大堆药。说家里有人这个感冒了，像胖姐说的，用好几种。先锋之剂。什么头孢啊，什么什么一大堆。其实感冒它不需要用这些抗菌药物，你这属于滥用药啊。这个感冒它就是一种普通感冒病毒引起的，它比如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然后甚至有些发烧啊，它实际上对症处理就可以了。嗯，不需要去用这些这么多的药。你看你刚才讲了用了三种消炎药，那是不对的。家家都有这个小药箱，家家一发烧一感冒就开始用消炎药抗菌药物，那是不对的啊。第二个呢就是退烧药，因为你感冒了肯定会发烧，发烧就用退烧药。那实际上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刚才说老年人发烧了以后，你给他吃了退烧药以后，你相反还延干了他的病情。所以说这个退烧药不是说一烧一上来就要去退烧药，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些老人他发烧的原因。比方说你到底是一个普通感冒，还是真的有肺炎，还是有流感。所以说年轻人也许你对症处理，其实即便是年轻人发烧，他自己很多人对症处理完了以后最后到肺炎了也上医院了。所以我觉得像出现了发烧，出现了这些呼吸道的症状啊，一定还是要到医院去鉴别一下。是，不要说我自己就吃点感冒药吃点退烧药，哎，然后好像好了就不去医院就诊。所以还是要鉴别一下发烧的原因，特别是老年人。因为他发烧可能是也可能是一个感冒，也可能是一个到肺炎了，下呼吸道感染了，有可能是流感了。所以这些治疗的方案策略都是不一样的。再就是这个止痛药一般来讲，感冒也好，包括这些感冒药，甚至有些退烧药都带有一定的止痛的成分在里头。所以说它烧起来它就会头疼啊，浑身肌肉酸疼啊，都会有的。所以说其实这种止痛药只要你能够忍受，就没有必要去吃专门去吃这个止痛药。所以今天因为我们重点要介绍老年肺炎，老年肺炎有不典型的不发烧，没有明显的呼吸道症状，但是有一些发烧的老年人他肺炎，所以说就不能按照这个感冒啊退烧这个家庭小药箱来处理，这样的话就耽误病情。其实这些都是院长苦口婆心对大家一个提示。我还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的症状都好了，我再巩固两天，我再吃一会儿。其实我告诉大家，这都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就像胖姐这样，就是好多药叠加在一起，长期这样服用的话，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实际上我刚才讲了，每家估计都有一抽屉药或一箱子药，然后呢一发烧吃一片，一咳嗽吃点，然后一那个止疼吃点，每样都吃点。实际上这些药里头有很多成分啊，要注意，就是有的对肝脏有损害，有的肾脏有损害，特别是老年人。还要强调，老年人本身肝肾功能有的就不太好，是有肝肾的基础疾病，
不，有的老人胃还不舒服，所以吃的这些退烧药有的是叫非甾体抗炎药，所以它对胃肠道有刺激，对肝肾有损害的，所以说这个也不要吃，不要自己吃，还在医生指导下。第二个，实际上大家可以回家看一看哈，你们家那个小药箱那抽屉的药估计好多都过期了，估计回家翻一翻，有的放了好久了，对吧？所以说这也这种过期的也不要吃啊。过期一两天能不能吃？不能，各位叔叔阿姨。而且啊，叔叔阿姨都有各种各样的基础慢病，那这个药和药放在一起叠加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反应。所以呢，说一千道一万，用药一定要操作规范，去咨询我们权威的专家。这是第一个症状，那就是说关于感冒和发热。接下来我们再说第二个症状，也是有关于肺炎的，那就是咳嗽。胖姐咳嗽的时候会怎么样？到什么程度会用药？我还是比较那个惜命，所以就一马上吃药。你都咳嗽了，你还不赶快吃药？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要不停的咳嗽，先是嗓子水肿发炎，对吧？完了就是气管水肿发炎。你说它越水肿越发炎，它是不是越刺激你？你就越咳嗽，越咳嗽就越发炎。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赶快吃点止咳药，马上给它压下去。这样的话呢，你别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里。我知道胖姐这个想法就跟我爸妈有一点像，就刚有那点苗头的时候，马上用这个药给它压下去。好，那我现场问一下我们的观众，如果突然发生了咳嗽的话，你们会用止咳药吗？会怎么用呢？阿姨您说说。感冒的时候应该多喝水，要咳嗽的时候让它尽量把痰咳出来，咳出来。如果说还是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再吃止咳药。吃止咳药。对。那我争辩一句，我们咳嗽一开始它没痰，它就是不停的咳嗽，咳嗽好长它才会有痰。那多喝水，咳嗽的时候也是开始都是多喝水。好，我明白了，阿姨的顺序不太一样，多了一个喝水，多喝水先压压，不行的就上止咳药，是吧，阿姨？对。好嘞，那我们听听院长怎么说，阿姨的操作对吗？我们在临床上啊，很多人来看病就是咳嗽来的，有急性咳嗽，比方说他一周以内啊，两周以内出现咳嗽也没好啊，这一种还有慢性咳嗽，两个月以上一直在咳。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很多咳嗽来就诊的人也要分清他咳嗽的原因，比如感冒后咳嗽，还有一些咳嗽，比如我得呼吸道上呼吸道感染或者下呼吸道感染有肺炎了。但是呢，总体的原则是，第一，要搞清楚这个咳嗽的原因，第二，你的咳嗽的时间的长短，第三，你咳嗽的严重程度。比如有人他经常来看病，说跟我聊了半天就咳一声半声的，我说你这种咳一声半声的不用用药，因为什么，只要你的咳嗽不影响你的吃饭工作睡觉，就偶尔一声半声不要吃药，慢慢就好了。还有一种说，你只要是这个老年人，比如老年人他本身就咳嗽能力比较差，然后还有痰，然后你再因为有个一事半事的，有的孩子很着急啊，说我这个我家里我父母咳嗽，给赶紧给用点药吧。实际上老年人的咳嗽啊，它是一种保护性动作，不要轻易去震咳，因为老年人像刚才我们郑先生，他有慢阻肺，有肺部感染，他还有痰，有痰就希望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咳嗽能力把痰排出来，这是一种保护性动作。你就大家回家可以听听自己家里父母他的咳嗽声音很弱，他不是说他不是这样的，那种弱弱你再震咳他有痰根本就出不来，相反的痰出不来就容易再发生感染。是，所以老年人其实不要去过分的震咳，咳嗽是一种，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咳嗽是一种保护性动作，自保的能力，只要不影响你睡觉，不影响你吃饭，就没那么严重。他有时候咳个几声啊，把痰排出来，它是好事。止咳药和化痰药的话是有区别的吗？对，它有的，比方说你有黏痰出不来，除了比如说消抗感染之外，还要给一些化痰。比如如果说我这个咳嗽是过敏引起的，是不是过敏性哮喘，是鼻炎引起的，我就
直鼻炎、直哮喘，咳嗽也就自然好了。那么说了两点症状，发热、咳嗽，还有一个就是说喘憋啊、呼吸困难呢、啊。我就听很多哈、啊、身边的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就说得啥病啊，都不要得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有一种被活埋的感觉，呼吸很困难啊。这我相信院长是身临体会，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患者。那现在呢，就是传说哈、啊，很多的叔叔阿姨家里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呼吸吸氧的仪器，我不知道胖姐有没有。我们家就有。你就有是吧？是是是、哦，我今天也带来了。哦，在那。哦，那是胖姐家的。是。好，那因为说这个吸氧机呢，可以清除我们肺部的垃圾，而且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好处。你看我说的时候，童院长这不屑的眼光哈。一会儿请您给我们好好的说一说，是不是有这样的妙用？如果要用的话，什么情况下用？它的操作方法顺序又是什么？嗯、这样，院长，咱们到那儿去讲一讲，好不好？好，来，嗯，这是胖姐家的，来，院长，嗯，我首先要明确一点，先跟您，嗯，是不是说？用了它就可以清除我们肺部的垃圾，对心脑血管有一些帮助。没有，没听说过。啊，你看，那叔叔阿姨在那鼓掌了、嗯，没买就对了，是吧？就是我们健康人是不需要吸氧的、哦，吸空气就够了。哦，好，这是一个误区哈。好，胖姐，你看你就过度的医疗了，是不是？是。好，那什么样的情况下要用呢？有什么症状？实际上是否要家庭养疗？嗯，应该说呢，在医院医生会给出院的病人有建议的。嗯，你比方说我们一些慢阻肺的病人，就是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人，他如果说他的这个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止氧饱和度，对吧？嗯嗯，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人，他的止氧饱和度在不吸氧的情况下，嗯，低于95%，哦，我们就建议他。低流量吸氧就是2到3升每分钟吸氧、哦，但是它一吸的可能到95%以上就行了。哦、哎，所以这是一种。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还有一些心功能不全的，就是心功能不心衰的病人，他的吸氧饱和度老是在95%以下，甚至更低。我们会建议他，比方说，你可以吃饭呐、啊，看电视啊，看报纸啊，睡觉的时候。都把它吸上，保证这个止氧饱和度在95%以上就可以了，95%以上，这是慢性心肺疾病的人。至于说那些健康人，比如没有心肺疾病的人，你这个止氧饱和度恨不得总在90、97、98，不吸氧都90、98，没必要吸氧。那我就吸呢，我就没什么事吸吸氧，会怎么样呢？你吸白吸，白吸，因为什么？你不低氧。哦、你吸的也浪费了吗、哦、我会不会清除垃圾？不会的，完全没有。这完全是谬论。哦、嗯、有副作用吗？你要是高浓度吸氧就是有副作用。你看看。哎、哦、比方说我们建议2到3升，你要吸到5升以上、嗯、老持续吸它也会有氧中毒。对、嗯。老吸氧也会氧中毒。所以说这个氧只要我们人体因为正常人健康人心肺功能正常人。空气中氧含量是21%，就够了，嗯啊、哦，所以说，没有必要说去没事吸吸氧，不用。好了，那如果说这些指征都符合，家里必须有一台这样的吸氧机的话，正确的使用方法又是什么呢？来，胖姐到这儿来，咱们跟院长好好的学习一下，好不好？好嘞。你这个没事也吸氧。对，他不是说开始说对心血管好，对这你没有心血管病，没有肺病，吸什么氧？对，刚才姐姐们一乐，我就觉得我挺无言的啊，花钱啊。对，好，那假如说真的是需要有一台这样的吸氧机，正确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是什么呢？你会吸吗？我就这么一开，你看哈，一开是这样，你比方说你是有需要吸氧指征的啊，开机的会了。然后通常会把这个氧浓度，是吧？调就是氧每分钟调到2到3升，就可以了。就不知道。比方说你要是2到3升吸的还不到95%，可以一般的制氧机，这个范围是3到5升，就大容量是3到5升，一般是2到3升，低流量吸氧，就可以了。持续低流量吸氧都不行，你可能要调到5升的氧，高的，因为最多的5升嘛，也是持续吸，反正保证你这个氧饱和度啊，止氧饱和度不低于95%。
明白了。就是你调多少氧浓度要根据你监测的结果。明白了。如果要是低，那就是调高点儿，调高点儿。对。如果要是说一看够了，就别吸。辛苦胖姐给我们揭晓一下第三个坎儿了。好，我们正确用药以后，就顺利的可以迈过第二道坎儿。那第三道坎儿又是什么呢？好，我们揭晓一下，三、二、一。吸入性肺炎，在这个老年人里，吸入性肺炎是很常见的。为什么？因为老年人他吞咽功能差了，对吧？他这个本来就容易呛，声门关的也不好，然后咳嗽能力弱了，咳嗽没有劲儿，无力。然后就这样的，又吞咽能力差，声门闭合也不好，然后咳嗽能力也差，有痰咳不出来，然后他吃饭的时候喝水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呛到肺里去。你比方说像这个，他这个这是肺泡，这是静脉，这动脉，然后这肺泡里你看它就有很多反流的东西。哎，你看正常这个应该是空的。哎，正常是这样的，是空的。如果他呛了，从胃里从上面呛了，就跑到肺泡里，跑到肺里他就出现感染，产生了炎症反应以后就出来了。比如他肺泡先有，加重以后也会到肺间质，肺泡外。最难控制，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避免呢？院长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九宫格，哇，这么多，胖姐你读一读，哪些是你最关注的？上面的这些管理我觉得好像都是对卧床病人所说的，我们家呢没有卧床病人现在，所以我对打疫苗比较感兴趣。你的意思是打疫苗是一种预防策略，比方说我们老年人，我们一般都建议啊，老年人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要打肺炎疫苗，那么还有的流感疫苗，流感疫苗实际上也是在冬春季啊，流感季节来之前也建议啊，这个老年人要打这个流感疫苗。是，说到疫苗，这是叔叔阿姨最关注的哈。我们画个重点，做了一个这样的屏幕。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好，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65岁以上的免疫正常人群，也就是免疫功能是正常的，一年四季就可以打23价疫苗。23价叫 PV23。如果之前接种个13价的啊，至少间隔一年以上，再打23价的。如果说没有这些肝脾呀、肾功能不全的这些慢性病的，推荐每5年打一次23价。那么流感疫苗是建议每个秋冬季都打，每年至少打一次。是这样。是这样。什么叫做免疫正常和免疫抑制呢？就是免疫功能正常的，就是他没有那些免疫抑制疾病。其实老年人都会有一定的免疫抑制。如果他有基础病，比方说他有一些用一些免疫抑制的药物，有化疗药，有器官移植后的抑制免疫抑制剂等等吧，都属于免疫功能属于抑制状态。明白。所以他就不太一样。首先呢，一年四季都可以打。那么接种13价以后，间隔8周再接种23价。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如果是65岁以内的，那么接种过23价，至少间隔5年以上再接种，那么一般来讲，对于这不管是免疫正常的还是免疫抑制人群，他秋冬季都应该接种流感疫苗。了解，叔叔阿姨，这也是本期关于疫苗注射的一个重点，我们要把它拍摄下来哈。正常人群怎么去打这个疫苗？那如果免疫抑制的人群又如何的接种？院长，我想问一下您啊，您在临床见了那么多老年肺炎的患者，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借此机会，你也嘱咐嘱咐大家，提醒。因为这个可能年轻人他，一个是不太重视这个疾病的预防，是吧？好像不在乎，但实际上，中国呢，马上慢慢的已经走向一个老龄社会啊，就是80岁以上老人，很多了，90岁老人也不少见，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建议呢，我们65岁以上的老人呢，还是要注意，我们怎么去防病，一个是，比方说心脑血管的基础病，包括糖尿病，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控制好。第二个，该打疫苗还是要打疫苗，对，这是预防。
当然说不是说打了疫苗就百分之百预防的，到不了百分之百，40%左右就可以了。嗯，然后呢，减少流感呢和肺炎的发生。嗯，第三个呢，平时大家可能老年朋友们要加强营养，因为老年人他这个吃的也少，活动的也少，所以还是要去进行加强这个营养，优高脂蛋白的饮食。说到了营养饮食，刚才九宫格当中胖姐有关注到了吗？其实有提醒大家。是的。对，哪些食物你有想到吗？是哪一类的食物？我觉得是高蛋白的吧。比如说瘦肉，还有什么鸡腿肉，不要那个皮，再加上鱼。哎，对，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其中一种特殊的好吃的一类好吃的。据说它的这种蛋白质的含量比刚才胖姐说的什么鱼啊肉啊高出了2倍呢，你知道是什么吗？而且很便宜，咱们家里都有，比如说黑豆啊、青豆啊、黄豆啊，你喜欢吃吗？这些豆啊，我们这个胃它受得了吗？你觉得它咀嚼起来可能消化不掉是吧？是的。你可以改变一下烹饪方法。院长，我听说今天养生厨房呢有给大家准备一个诚意制作，同样的食材改变一些烹饪方法，它的消化力可以大大提升90%，我们去了解一下好不好？好。听说有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防癌的营养素常常会被我们忽略，而且呢它还是最重要的一种，到底是什么呀李老师？防癌一共有四大重要营养元素，分别是我们前三个硒元素、锌元素、碘元素，以及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营养元素。那么前三种营养元素呢，对于我们人体中的这个癌细胞呢，主要起到的是抑制癌症细胞增殖活化的作用。那么今天咱们带来的这种营养元素，它跟咱们前三种营养元素都不一样。我这里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带来一个小的道具，一红一黄两个小球，这两个小球呢实际上呢相当于是在我们人体中非常普遍存在的两个小分子，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咱们癌细胞生成就开始了。而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种元素恰恰像是一把剪刀，直接咱们从中间剪断它，就可以有效地从源头上阻挡我们人体中癌细胞的生成了。哎，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防癌的营养素呢？另外呢，它又存在于什么样的食物当中？一会儿来慢慢给大家揭晓。哎，那想问问冯大厨，咱们今天要做个什么美味佳肴啊？哎，今天咱们要带来两道美味佳肴。第一道呢是三鲜豆腐，一呢没有豆腐，它的味道跟豆腐是一样的，是比这个原来的这个豆腐啊更加的清香。讲究的是呢，一煮一碾一加入就完成了。咱们第二道菜品呢是一个小零食，这个小酥豆。这小酥豆呢咱们在外面也能买到啊，今天我带来这个外边买的，还有咱们自己做的这个，咱们对比一下，做一个对比实验，做个对比试一下。然后咱把这按上去，看这个油量有多大。你看这个，您看一下这个外边买的这个呢已经把它渗透了，全是油。这个是咱们自己做的。对，这个对比非常的强烈啊。对对对，咱们就是边做边说。这个时候咱们起锅烧水，开了之后呢把这个豆子下进去。首先呢咱们可以加一点油来保持这个豆子这个翠绿色，然后咱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加一点这个小苏打。这个小苏打呢是为了保护这个豆子不会脱色，油呢是封住这个颜色，不让它跑掉。水开了之后呢差不多2分钟就行了。那在煮豆子的过程当中啊，还想问问李老师，那您刚才做了一个演示，那个演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红色的球，其实呢在我们人体中呢代表的是亚硝酸盐啊，这个黄色的球呢在我们人体中来说代表的是我们人体中的这个蛋白质。那提到亚硝酸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熟悉，致癌的物质在我们食品中只要放过夜的蔬菜它都有很多，但这是有误区的。真正的亚硝酸盐只有跟我们人体中的蛋白质结合之后生成了亚硝胺，亚硝胺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种致癌物质。而亚硝酸盐的致癌作用实际上呢是比较微弱的啊。那么咱们今天带来的这种元素可以从根源上那么将我们亚硝酸盐跟我们人体蛋白质的结合直接阻断掉，防止癌症癌细胞的生成。这种防癌的营养素是什么呢？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好。它就是我们是钼元素。
那具体咱们的木元素在什么食物中会比较多一些？咱们常见的又有哪些食物可以有效的补充木元素？一会儿咱们边做边聊。李老师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含有木元素的一个食物表格，都有什么呢？一会儿来给大家一一揭晓。豆子已经煮差不多了，咱把这个放在这个冰水里边，稍微给它降一下温。咱要把这个豌豆的这个皮啊给它去掉，放进来之后将自然冷却，就稍微变色之后就可以放咱们这虾仁了。这个时候咱们就断生就行。看到虾仁变色了，变色了就可以，咱给取出来了。咱们这个豆子呢已经降温降差不多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热胀冷缩之后，我这个豆子，你看这个皮收缩了，这个肉啊，这个皮很容易剥下来。感觉皮肉现在很分明啊。对，很分明。然后只要把这个皮然后去掉，你看这个果肉更加的翠绿。对吧？咱真的主要是把它剥出来。去完皮以后，它的口感会更好。对，它就不会有那么的多硬的物质了。咱们有提前备好的。好。哎，咱把它处理一下。你看，就这样，咱们压它就行。这个呢，咱们一定要拿刀压，不能拿那个咱们家里有破壁机，不用拿那个做。拿那个做的话，会把这个豆子打特别特别的细，它就没有这种颗粒感了。所以咱们一定要拿这个刀给它压一下就行。好，那想问问李老师啊，那刚才冯大厨是用这个碾的方式来处理这个豆子，在营养方面呢？通过碾压的方式，可以将我们豆类本身含有的一些抗营养因子一并去除掉。这种营养素呢，实际上在我们人体中来说话呢，是阻碍蛋白质吸收的。今天咱们通过充分的碾压，直接的将我们两种这个有碍于营养元素吸收的物质全部都给它去除掉了，一举两得。能够让这个蛋白质达到一个90%的吸收率的方式，就是碾压的方式啊。那好，那今天李老师呢，还给我们准备了一张关于这个木元素的食物表格，您给我们好好讲讲。分别有肉类、豆类和蔬菜类啊。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行啊，在肉类里边的话呢，主要是动物的肝脏和肾脏中它比较多一些。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推荐？因为我们都知道动物内脏一方面呢含有这个胆固醇比较高一些，不太适合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食用。那另外来说啊，第三大类呢是蔬菜类，主要包括了白菜、甘蓝等等，但是它的含量是极其微小的，远远不及我们第二行中的豆类。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食材还是以豆类为主。是哪一些豆类的食材当中富含木元素呢？一会儿来给大家揭晓。咱们的豆泥已经完成了，完成了这个时候呢，咱们三步了哈。加入什么呢？加入咱们这个蛋白。这是咱们成型豆腐的一个关键食材啊，一定要是1:1，来点盐，来点这个白胡椒，咱们最后呢加入这个水淀粉，我们差不多是200克的这个豆类，200克的蛋清，然后可以就加上一个50克的这个淀粉就可以了，不用太多。淀粉主要是起到一个凝固的作用，少来点油，不用太多。这时候咱们可以来点葱花，稍微给它爆一下，炒好这个虾仁跟猪肉给它加进来，两鲜先下入锅，对，两鲜先加进去，稍微给它煸炒一下，这时候咱们把这个豆腐的原浆加进来，所以它最后会像豆腐那样是一个凝固状态吗？对，它是就是咱们那种鸡挠豆腐那感觉，然后呢冻的时候慢慢去冻它就行，就凝固就可以了。您这边煸炒着，我想问问李老师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表格上还有一类这个豆类，到底都有什么呢？推荐的有三种豆类，分别是豌豆、红豆和扁豆。那就今天我们做的这道菜肴其实也用到了这个豌豆。尤其是我们一般呢建议大家要想补充丰富的木元素呢，咱们尽量的食用一些新鲜的豌豆啊。那么干豌豆呢，由于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加工以及呢晾晒，它的木元素的含量其实是不如我们新鲜豌豆丰富的。那也建议观众朋友对照我们的这个表格来吃啊。好的，我们看到冯大厨这边这个非常清爽宜人的三鲜豆腐已经成型了，完成了。对，咱把它装盘。好，那另外呢，今天冯大厨还要给我们带来一个特别好吃的小零食。没错。但是我非常好奇啊，这个低油版本的又特别酥香的这个小酥豆是怎么制作的？就把这个盐直接放到这个锅里，然后呢把它加热，你就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八角啊，然后花椒啊、桂皮。大概给它烧热的多少度呢？差不多80-90度就可以。接触到这个盐的面的时候是会有一点温度，有点烫手是吧？对，翻一下，这会儿加入我们这个豆子，2倍的盐，然后1倍的豆子。这样给它一个空间，这样才能把这个豆子做熟。就是加进来之后呢，一定要关小火，小火煸差不多这个30分钟，咱这个酥脆小火就出来了。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两道菜品呢，一方面非常富含有我们防癌的木元素，另一方面来说蛋白质的含量和吸收率也是非常高的。那您在家里面也可以尝试一下。